这是我的生日礼物。我们现在由黑队队长赠送他的。学长这一阵子也教了我许多，所以我决定把这支我的生日礼物暂时就交到他手上，交接仪式。交接仪式。奏起典礼，来人，奏起。不是，不要跟他们走啊！奏起，谢谢兄弟。好，里面，好 ，OK， 交接完成，拜拜 ，Let's go home。老婆，待会见。有没有一个人开着车，后面刚好有四个位置，自己愿意带我们北上？好了，我们现在来直接来，因为我觉得时间不多了。那因为这个我蛮有经验的，我是搭便车过来苗栗的，我会搭不了便车回去吗？来喽，注意了各位，来喽，你看到哦，看清楚哦，有人要回转哦。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出来！哇，给你一个赞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先生，可以帮我们靠边停一下吗？耶！大哥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综艺玩很大。我是 Kid， 哎，我是杜丽。你好，我是明珠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是要北上吗？你在北上是不是？就短短的距离。多到哪里？铜锣还在苗栗耶，你愿意为我们带到我们远一点点的地方吗？我们可以录一段帮你们那个结婚祝福吗？大哥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他跪下来，因为你要结婚了。对，我觉得你这份喜悦，我觉得现在全我们大家要跟你分享，全部人都想要跟你一起分享。对，我觉得你老婆看到这一段会觉得很开心，我嫁对人了，而且好男人，我老公真的是好男人，看到别人出事了、有难了，我们在这里半小时就完完全全可以帮他。二位帅哥，还有一句话要清楚吗？好，我再出来讲。谢谢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很好，钟燕。钟燕，钟燕，要不要趁现在跟老婆说我爱你？老婆，我爱你。好，很好。哎，谢谢。好，现在那个钟燕要准备载我们去新竹，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命可以到新竹的里程数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钟燕，祝你新婚愉快，你帮我们甩。我跟你讲，刚结婚的人绝对是有好运。好，来，一二三。40，不错了，不错了啦。40，他只能带你们到大概竹南左右，反正就大概40。好，可以，谢谢你。刚才为什么愿意为我们停车啊？没有，我想说，因为我看你们节目，我发现你们等车很累。对。赶快结束会比较好。谢谢你，好感动。就我刚刚上来，其实我瞄到你们那个综艺完，然后我想说买完要不要绕过去这样。太感动了啦！哎，所以那时候其实暗暗我只有看到那个 Mark 是综艺完的。哦，所以那个有真的有用哎。对，有用真的。哎，所以人家说台湾的风景最美的东西就是人，就是人。真的，太棒了。To our favorite song, when I kissed you in that dress, I whispered underneath my breath, but you heard it. Darling, you look. 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谢谢，谢谢帅哥，谢谢，谢谢哦，好爽哦，坐到这么好的车，好。那我们就继续喽，各位。好。哎，我们要去前面一点，我觉得他们比较好。台北耶，台北，嗨 ，Hello。不行啊，没钱呐、啊。你没钱。嗨。哎 ，Hello。他失控了，他失控了啦！你很想回家，你想回家。嘿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
事，请问你们要北上吗？没事。哦，谢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失控，你不要失控啊！你冷静啊！哎，你冷静，然后看镜头，然后冷静。我想回台。我知道，让你冷静，我们会。好，你等一下啦。哦，你先不要，你先冷静。我们要作战计划。我们每一台都可以问呢。对，但是你要就是要小心一点，冷静，好不好？好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要北上吗？哎，北路走哎。我就跟你讲。请问你要北上吗？你要北上吗？可以停下。你停旁边一点。请问你要北上吗？你要北上吗？你要北上吗？我会为你。可以载我们吗？你可以载我们吗 ？Oh my god！ 啊，你家在哪里？我在这边建国路而已。建国路而已。但你愿意载我们吗？你确定？帅哥，我想问一下叫什么名字？叫弘毅啊。弘毅。弘毅。现在就是你帮我们载，你自己载几公里就帮我们。拜托。载多远？我们希望可以载到60，好不好？拜托载六十。现在最少有10哦。来个60吧。50。恭喜你们50公里可以到中壢交流道哦。中壢可以吗？可以。在上面是台北的吗？中壢不错，中壢不错。哎，走，上车。现在出发了，然后莫名的兴奋的是，弘毅真的人超好，再加上我们这两台车都非常的棒。对，都非常的棒，舒适。就是老天爷虽然说就是让我们输了，可是让我们是用一种还蛮舒服的方式回家，真的。而且这让我们实际上感受到台湾的人情味，真的很感动。对。哎，很不想下车哎，很不想下车哎。嗯。有时候搭便车交一些朋友还不错，因为这些都是好朋友。嗨。拜，小心开车哦，拜。好，来吧，拦吧。不好意思。这台车出来，我觉得他会载我们。确定吗？不好意思。坐不下。北上吗？好，南下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嗨。哎，这个。请问你们北上吗？大哥你好，我们是那个综艺王很大。桃园而已啊。我们要到哪？我想到台北。那但是你们后面可以坐几个人？四个人可以。那我们四个人上车可以吗？谢谢。电视台，谢谢，所以麻烦你了。我们的命在你们的手上。三分。关照顾，大哥可以走了，谢谢。再见。谢谢你们。哦，不会啦，也刚好也要回台北。大哥，为什么你刚刚会想要停下来帮助我们啊？对啊。有看到我就停了。是啊，摩托。你平常会这样子的？有人会这样拦车然后停下来过吗？我有遇到那一种环岛旅游的，我遇到我刚好有空我会停。哦，哎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在台湾真的很棒，真的很安全，因为这些大哥大姐们都会很愿意停下来载我。大哥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帮我们出去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We did it。我们做到了。因为我光在苗栗没有用，我们一样有想办法回家的啦。没错，台湾处处有人情味，真的。哇。
如果没有走过这一段的话，我真的不会那么深刻感受到。